よし、ヘビ大明日に出発。うん。太监说了，警备队明天出发。嗨，嗯。哎，不是，我上哪儿啊？宋庄啊。我上那儿干嘛去啊？黑藤太君得到情报，说宋庄驻扎着大古八路。啊？不对，是小古八路的大古部队。啊？太君，这到底是小古还是大古啊？黄队长，你不要谈虎色变、闻风丧胆，这是非常非常小的一小股八路。哎呦，太君，就是再小的一股，它也是八路啊！您别说我们警备队了，就是皇军去……对了，太君，那皇军去不去啊？当然不去。那为什么呀？因为根据战事需要，皇军近期必须龟缩在绿巨桥，加强戒备，以防不测。如果轻举妄动，贸然出击，很可能就会鸡飞蛋打，血本无归。那你也不能光让我们警备队。哎，对了，太君，还有侦缉队呢，让贾贵带着侦缉队，他走我们头了，我们在后边。王队长，天有不测风云，贾队长昨天在集市上被驴踢了一脚，现在正在家里养伤。哎呦，这驴太有灵性了！哈哈。孙掌柜，孙掌柜，给你道喜了。邵班长，我可跟你这么说 啊，我可没洗钱给您，没打算跟你要。赵班长，你越这么说我心里这越毛啊，你我喜从何来啊？这从后天来。后啊，后天我们警备队要在你这儿摆庆功宴。赵班长，您又蒙我啊？说过多少回了，在我这儿摆庆功宴？哎，哪回摆成了？前天没在你这儿摆过。那是压惊宴啊。在我们警备队啊，这庆功宴跟这压惊宴，它是一码子事儿。那，对对对对对，一码子事儿。哎呀，这回来多少位啊？没准儿。啊？我哪知道他们能回来几个？哎呦，他们这是要奔哪儿啊？奔哪儿？能告诉你吗？那我怎么预备呀？啊，你呀，你就照着800块钱的酒菜预备。啊，那个到时候甭管来多人，也就是他。哎呦，这那我没那么多钱备料啊。哎呀，我给你定去。哎，得，这钱团，哎，拿着，200啊。哎，200。不是，这100这个，你装傻是不是？这。我能白往你这揽客人吗？哇，您直接就给扣了，这不是替你省到手吗？真是的，我就说你这什么事儿都得我替你们操着心。哎，金宝，哎，过来。哎，张班长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上个月你在我们这儿帮厨啊，他不能白帮。啊，赵班长，我帮您干活怎么还倒给您钱啊？谁跟你要钱了？我是给你工钱。谢赵班长。谢。怎么才1块啊？什么才1块？这里边还夹着一张呢。哦，1块的。啊，那不才2块吗？啊，谢赵班长。太君，到了宋庄以后，我刚要下令攻击，没想到这八路先下手了，一阵牌子枪把我们全撂倒了。啊，不是，我们全卧倒了。难道是八路又提早得到了情报，早有准备？要不说呢，这八路的情报比咱们的情报那就准
说战况。一通枪响，然后啊，就看见警备队啊从宋庄那边跑过来，足有四五十人呢，一个个跑的比兔子还快。我一想，没跑，后边肯定有八路在追呢。那有多少八路啊？足有七八个。七八个人追着四五十人跑，新鲜？不新鲜。真不是小股，绝对是大股，他有好几百人呢。胡说，还真是胡说。能从好几百八路枪口底下活着回来，你自个儿信吗？是啊，没好几百也得好几十，没好几十也得十好几，四十多人怎么会打不过十几个人？他因为这八路比我们厉害呗。为什么？人家八路什么武器啊？您是没见着啊，几十挺机枪，那同时开火，那动静。我说八路怎么会有那么多挺机枪？他搅和咱们的呗。那也不对，总共才十几个人，怎么会有几十挺机枪？他们都是一人端着两挺。那个太君，我们警备队手里的家伙跟人家没法比。要是我们这武器要再好点，比如有这个军舰，不是飞机，坦克，大炮，大炮，要是有这大炮，您想想那一来那个，咣咣咣的。大家鼓掌。可他说啊，一马欺骗了给有可改的。你不要拿武器装备找原因，我就不信八路的装备会比你们的装备还要。好黑哦，可你嘛慢慢说。太君说了，调炮兵来。啊，警备队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一水的三八大盖，还有机枪。八路手里拿的什么呀？老套筒、新式汉阳子，最好的是中正式。可那玩意儿……丁掌柜，您说的都是什么东西啊？枪啊！啊！您还认识枪啊？嘿，孙掌柜，您这话说的可就有点瞧不起人了。什么叫还认得枪啊？孙掌柜，您不知道，丁掌柜是正经的行伍出身，想当年在吴大帅帐下效过力啊。当过账房先生，嗨，去，哎，嘿，这都怎么个意思啊？嗨，野尻太君啊，刚才是给井上茂太君打电话呢。哦，这井上茂太君是106师团炮兵连队的连队长。野尻太君刚才给他打电话，是跟他借大炮呢。那借着没有啊？那借着了呀！告诉你，黄队长，炮兵马上就要开来了。弟兄们，今天这顿酒是为你们这些不幸挂彩的弟兄们压惊的啊！咱们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怎么了？这后福马上就到。大哥，什么后福啊？都给我听好了啊，都听好了，皇军的炮兵马上就要来了。来了。哎呀，二位请慢用啊。哎呦，孙掌柜亲自给端菜，这咱们哪敢吃啊。哎呦呦呦呦呦，丁掌柜你就别挑眼了，金宝不是在里边伺候那牲口的吗？被揍成那样还庆功，这帮警备队的脸皮呀、啊，真是皇上他妈太厚。太厚，对，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；大炮一到，全是钞票；大炮一来，咱就发财。还真是，大哥，嗯，能来多少门大炮啊？据我所知，这井上少将的一个炮兵连队，少说得有50门大炮。是吗？我说是吗？不是，我看您张嘴了，我以为是。嗯，队长，队长，报告队长，下番一说让您马上到野尻太君那儿。什么事儿啊？皇军的炮兵到了。
听见没有？啊，听见没有？这就来了。报告，进来。黑藤太君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警备队王队长。哦，王队长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哎呦呦，您关照，您关照。哎呦，这位太君这中国话说的可真地道。这位是大日本皇军炮兵少尉松下浩二。啊，松。哎，太君，不是井上少将吗？怎么改松下少尉了？我奉少将的命令，带队前来协同作战，请多关照。哎呦呦，您真客气啊！感情您是替少将带队的。呀，您呢？哎，拜什么相？嗨，嗨，太君，这怎么意思？这是检阅炮兵。谁对的？看着，都说。よし。よし。黑藤太君，大炮呢？那么显而易见的一门大炮，你看不见吗？不，这哪是大？不是怎么叫一门呢？我也不知道为谁是问。开三行，嗨，开三，嗨，二位慢走，慢走啊，慢走。哎，好好好。哎呦喂，赵班长，你来的正好啊，今儿怎么不躲我了？我今儿不能躲您。哎呦，来吧，这边我跟你说，赵班长，您这好处都装兜里了，我那还没谱呢。哎，你是不是跟那几位老总说说，把我那个……行，房体正，我烦着呢。哟，您也有烦心事儿啊？啊，说出来，让我也高兴高兴。哎，你成心是不是？哎、赵班长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您说出来，让我跟您一块儿反省了吧？合着。说这么热闹，就来三个太君一门炮，知足吧你！现在哪儿的太君不缺炮，能给你一门就不错了。考开没吧？奥萨，马达西卡，奥莫尼瓦。哼，嗨！黄队长，哎，你留下。哎，是，黄队长啊。请多多关照。哎呦，太君，您干嘛这么客气啊？是不是？那个，你还应该是您关照我呀？不对，你们要相互关照，白头偕老。黄队长啊，我得到可靠情报，宋庄内部八路还在那一带活动，以后大佐命令，必须尽快消灭这股八路。这容易啊？是不是？让松下太君拉着大炮去，到那儿咣咣。不对，你们要。协同作战，密切配合，扬长避短，才能胜之不武。嗨！赵班长，要不你也进去跟他们一块喝几杯？我又没受伤，我凭什么进去跟他们抢酒啊？想受伤还不容易？下次跟他们一块出去不就成了吗？什么？王队长，哎，这次行动由我负责，由你指挥。啊，这松下君，嗨，从现在起，你一切要服从王队长指挥。嗨，王队长啊，请多多关照。哎呦，太君，你就别让我关照了，你让我……不行，必须关照。嗨，赵班长，您来了，给您道喜了。我那喜从何来啊？哦，您还不知道呢。那老总说运了几门大炮，这大炮不得吃饭吗？就。不懂的别胡说八道。啊，大炮吃的是炮弹，吃饭的那是炮兵。对呀、啊，那些个兵吃饭，您不得张罗吗？这好处。行行行行行。
嗨，这我也是这么琢磨着的。嗯，这一大早起我就在那儿盯着，嗨，以为能来多少人呢。嗯，哎，热闹了半天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就来了一门炮，仨兵。这，你说这能有多大油水？嗨，有总比没有强吧？哎呀，赵班长捞油水捞少了，那就算是赔了。嗯，这话我爱听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贻误战机，天理难容。所以，我决定今天下午，警备队和炮兵全体出发，消灭盘踞在宋庄的这股八路。报告中佐，我们炮兵下午不能出发。很好。嗯嗯，为什么？报告中佐，根据炮兵操典上的规定，每到一个新的战场，都要充分休整，熟悉环境。对，得休息。嗯嗯，我读过炮兵操典，所以让你们现在休整，两个小时以后出发。报告中佐，我们是天皇的士兵，遇上特殊的情况，我们完全可以不休整，马上投入到战斗中去。但是大炮的威力能不能发挥出来，我不敢保证。嗯，这个人一累啊，这炮就打不准了。嗯，那你需要休整多长时间？非常短，7天足够了。不行，最多休息一个晚上，明天必须出发。太君，您看这没问题。嗯嗯，报告中佐，我们一定会发扬大日本皇军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，就算是拉不动大炮，人也一定会按时到达战场。别去，太君，您这炮不去，你炮兵去管什么用啊？松下君，作为一个军人，居然对命令讨价还价，你知道后果吗？报告中佐，我没有跟你讨价还价。如果你现在下命令，我们不用休整，马上出发，单独作战。奥斯曼德，来！嗨，小巴斯诺，准备！嗨。小巴子都进不到，死得过来！快！太君，你看这好了，我就给你们2天时间休整。嗨，坚决服从命令，休整2天。嗯，但今天不算。你，哼！太君，开伞！嗨！您看您这休整着。王队长，啊，不着急休整，啊，请你到我的房间里坐一下，我想跟你具体的商量一下协同作战的方案。啊，好，那您请，啊，多谢您，您啊。王队长，哎，作战计划一定要周密，啊，中国的古人曾经说过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对，好像有这话。哎呦，太君，您这中国话说的可真够硬气的。中国的古人还说过，啊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不能打仗。这是中国，那个，不管他是不是这个古人说的，这话没错。中国古人还说过，兵马未动，要先喂粮草。中国古人这话真够多的。太君，这您放心啊，绝不可能给您吃草，顿顿大米白面，跟别的皇军一样。嗯，不用一样。哎，您客气什么呀？这不是客气，炮兵操典对我们炮兵的饮食有着明确的规定。那就按照操典来呗。操典上说，我们每人每天必须保证10个鸡蛋。好嘞。啊，どういう日だから来ましたか？なるほど。太君，这还真够呛。您想啊，这鸡差不多让皇军给吃光了，您让我哪儿能那么些鸡蛋去啊？是不是？这么着，一个皇军2个鸡蛋，不能再多了。不行，最少7个。3个，6个，4个，成交。哎呦，太君，您可真够会做买卖的。这不是做买卖，这是作战。
哦，对，您可真会作战。鸡蛋只是作战内容的一小部分，啊，还有鱼、肉、蔬菜、水果，还有酒。啊！孙掌柜啊，孙掌柜，赵班长，哎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去？我上茅房。你别，告诉你啊，好事来了。哎呦，您这一天到晚的总有好事，我受得了受不了？这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，您这次又是什么好事啊？哎，我原来以为啊，那三个炮兵太君没多大油水，错了，人家开出菜谱来了。嗯，我告诉你啊，每人每天是一斤猪肉，哎，驴肉也成，四个鸡蛋。八套驴肉火烧，二斤新鲜蔬菜，一斤水果，外带一斤日本清酒，哎，老白干也成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您说的这是人的饭量啊？哎，怎么说话呢？那三个太君那是正经八百的日本人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有两个那中国话说的是特别棒，嗯，剩下那个就一句中国话不懂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不耽误事儿吗？嗯，万一人家喊交枪他听不懂，这不麻烦吗？啊，真是啊，可不。哎哎，你说什么呢？怎么还没撤？不光没撤，石队长他们也来宋庄了。哦，为什么？看上这门炮了。丁三配儿四至尊宝，笔直下来，那都拿过来，拿过来，那拿过来，你王队长，哎哎，哎呦，哎，松下太君，您怎么来了？那什么，去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去啊，去。哎，您坐。哎，松下太君，这您会玩吗？当然会，但是操典规定，在作战计划没有落实之前，不能赌博。哦哦哦，那晚饭本给您送去了吗？您说的是作战计划当中的后勤保障计划，我说的是作战计划当中的作战方案。那着什么急啊？不是后天才去的吗？作战方案不能确定下来，我们寝食不安。那行，那我给你拿地图去啊。等一等。王队长，嗯，我来问你，在行军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炮兵走在队伍的什么位置？哎，这炮兵啊，这当然是走的这个队伍的最前面。嗯，不是，见着八路就开炮啊。王队长，啊，你以为开炮像开枪那么简单吗？炮兵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踩上敌人的地雷怎么办？啊？我们不怕死。但是大炮比皇军的生命更重要，明白？哎，我们这命不值钱，是吧？那我们走在最前边，您呢走在最后边。炮兵走在队伍的最后面，遇上敌人的偷袭，我们会措手不及。啊，我们不怕死。行，那您就走中间。炮兵走在队伍的中部，如果遇上敌人的埋伏，我们不怕死。那您说您走哪儿合适？王队长，嗯，炮兵应该走在队伍的中后部，也就是四分之三处。那就这么走。哎，太君，你看到那儿以后啊，他这个很好，我可以回去睡觉了。哎，太君，那您还没说咱们怎么打呢？具体怎么打，到打的时候再说。我得到可靠情报，他们是从第四师团调过来的。第四师团的皇军官兵多数都是大本人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他们不是都是日本人吗？大本是日本的一座城市，那里盛产商人。你知道什么是商人吗？商人就是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人。对，你真是一针见血，入木四分，这正是大阪人的特点。哎，
怪不得松下太君那么会讲价呢，原来他是商人。不光是松下，森田和山口入伍前都是大阪的商人。哦，但是他们现在是皇军，就必须服从命令。黄队长，在。预定计划不变，后天下午2点准时出发，天黑之前向宋庄发起攻击。嗨。黄队长，炮兵集合完毕，听候命令。准备出发。嗨。出発すぞ。準備。はい。太君，这怎么个意思？这是操典规定，作战前必须对大炮保养啊。那您这得养多长时间呢？这个很快啊。那行，那他快点啊。哈基米，嗨，一样蓝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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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蓝哭了，我都快哭了。爸爸，队长，侯副官让我问您还去不去？弟兄们都快站不住了。去个屁！这天就快黑了，你回去告诉侯副官，解散。是。小队长，你给ました。出発の準備もできました。はい。黄队长，啊，大炮保养完毕，可以出发。嘿，这可真是啊！和尚老了，您这庙修好了。太君，这天可快黑了。大日本皇军，连白天都不怕，还怕黑天吗？您不怕，我怕。嗯，不是，太君，我是说呀，这天一黑，这城外头就是八路的天下了，您知道吧？您说您现在出去，您不找死吗？你们警备队不去，我们炮兵愿意单独行动。哎，别的，您别单独行动啊。少爷，黄队长指挥官的干活，我们的服从的干活。哎，对啊，这个我的命令你们得听，是吧？现在我命令解散。黄局长，解散。这些可恶的商贩，不说他们。黄队长啊，我刚刚得到情报，宋庄的那股八路不但没有走，明天还要召开抗日大会，这正是偷袭的大好机会。可是他们这炮一擦就半天，这时间我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。你们明天上午10点出发。啊，太君，下午2点出发，4点到达，天黑前结束战斗，这是最稳妥的。这要是去早了，我让你们10点出发，就是给他们留出了擦炮的时间，明白吗？哦。明白了，倒是看看他们鸡贼，还是您鸡贼。太君，您这上哪儿啊？你不是告诉我黑藤太君命令10点出发吗？啊，小派司令准备。嗨。您这是干嘛呀？出发。二位。
先放下，先放下，谢谢您。哎，先放下，别放下。您这炮不擦了？操点规定，大炮2000保养一回就可以了。这什么规定啊？这是？嗯，啊，那我们警备队还没准备好呢。你们为什么没有准备好？因为以为你们还得擦炮呢。黄队长，贻误战机，谁来负责？我负责行了吧？咱们还是下午2点出发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吧，2点准时出发。准时。三位歇会儿啊，歇会儿啊，三位别动啊，哎，三位，哎，好，哎。小雨多多，今から我々は何をしましょうか？嗯，你说这溜出功夫来了吗？这炮又不擦了，推起来就往外走。他们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了吗？没有，连一个鸡蛋都没多要。嗯，这不符合他们的特点。他们不管他，只要能参加战斗就行。黄队长，嗯，下午准时出发，务必要把这小股八路全部消灭。嗨，哎，告诉弟兄们啊，都给我机灵着点，等大炮打完了，咱们再。黄队长，啊，知道吧？再看情况决定冲锋的方向，啊，就这样。哎，好好。哎呦，松下太君，您准备好了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黄队长，哎，有件事情还请你多多关照。您什么事儿啊？可能是因为午饭不够卫生。按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讲，我跑肚了。哟，您跑得厉害不厉害呀？不算厉害啊，一个小时只跑了30多次。啊？你这还不厉害呢？得了，我赶紧先报告黑城太君吧，取消这次行动。不能因为我贻误战机。虽然森田君和山口君两个人一样能够完成任务，但是我必须参加战斗。只是在行军的过程当中，我需要跑肚，请行军的队伍务必停下来等我。啊？一小时等您30次，这明天也到不了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您不是说有2位太君就行吗？嗯，我命令您在家好好歇着。我只好服从命令了。黄队长，森田太君，您来的时候，森田太君，来，您坐。您来的正好，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？黄队长，啊，我得不服。您不服谁呀？统统的不服，吃饭的不服，喝水的不服，睡觉的不服，走路的不服。您那叫水土不服。我得水土都不服。哎，啊，那您这不服了，这仗还能打吗？当然能打啊，我得为皇军的荣誉而战，跑得打不准的没关系，打到自己人头上没关系。别，那你别打自己人头上啊。好嘛，这八路用枪打我们，这还不够瞧的啊，您还拿着炮弹往我们脑袋上扔。嗨，哎呦，那现在就剩山口太君一个人了。どうぞ受け取ってください。遠慮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受け取ってください。遠慮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や、ぜひ受け取ってください。ご安心ください。じゃあ、頼みます。任せ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。報告。
进来。哟，山口太君，您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啊啊，山口太君身患重病啊，所以不能参加战斗，特意来向野尻太君请假。どうぞ、いでください。哎，行，我就问先生。哎，哟呵，来了。这怎么跟野尻太君似的？这个啊，他脚上长了个鸡眼啊，这鸡眼也算重病？你懂什么呀？人家长的那不是一般的鸡眼，那叫日本鸡眼，弄不好是要锯腿的啊。野尻太君已经批准他不用参加战斗了。哦，那行，那正好，回头您跟野尻太君说一声，把这次行动取消了得了。哎，别，不还有两位太君的吗？那两位病得更厉害啊。看来石队长他们今天是白等了，这三个鬼子一块得病，你说怪不怪？我觉得不是得病这么简单，这三个鬼子的来历咱们得好好查查。嗯，哎，野尻太君怎么说呀？野尻太君让三位太君好好养病。那我们行动那事儿，三位太君的病什么时候养好了，什么时候再说。哎呦，兄弟，真有你的！啊，真有我什么呀？嗯，我这什么也没有啊。哦，你带着呢，带着呢，带着呢。哎，嘿，小把汗脚引到路。哎，いってきます。少尉，来ました。嘿嘿，太君你好。嚯！哦，您这晒呢。王队长啊，何副官，欢迎光临，多多关照，童叟无欺，价格公道啊。哦，大哥啊，听明白了吗？嗯，人家不是晒，是卖。不对，这些军需物资和配给商品是严禁买卖的，作为帝国的军人不能够违反军令，所以这些商品不能卖，只能够调配。调配啊，就是交易。哦，交易啊。好啊，就是交换的干货。哟西，交换的干货。哈哈，我们友军要多多的交换的干货。哦，明白了。那您说我们拿什么跟您换啊？什么都可以呀。啊，钞票啊，大洋啊，金条啊，通通都可以交换的干货。这不还是卖吗？就是啊，不是卖，是调配，物资调配。啊，是。哎呦，五副太君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物资调配的干活。